乡赵会，在。德大人有什么吩咐？你们汉人要说多少遍才能明白？我身上没穿官服，你就不要叫我德大人。是是是，我们烧了少林寺，守在里面的和尚都烧死了，一些俗家弟子冲出来都被包围歼灭了，就是找不到洪熙官。山上山下满地都是死人，我看了洪熙官一定是死了。要是叫他走了呢？ 哎，我们找到两个活的。哎，洪熙官逃到哪儿去了？不知道。 看见了，你说不说？我说，谅你不敢不说。洪熙官逃出去，他会去联络江湖志士，杀尽你们这些蛮狗。将军，能在少林寺聚义的，不是少林弟子，就是江湖上的英雄好汉，逼供绝无用处。 麦心，你到底帮谁说话？我想告诉你事实，你不听就算了。可惜这次我攻打少林寺，我没能跟少林的几个著名高手一对一的较量。车将军率领三军，不在这一拳一脚的雕虫小技。你知道什么？车将军是我们关外第一高手，武艺传自洪教大喇嘛。 扎布活佛，哼，我看你们汉人中间还没有他的对手呢。是是，我本来有意会会中原武林人物，也许将来能够遇上洪熙官吧。哎，烧了少林寺，我们论起功来可以升官呢。少废话，找不到洪熙官，只怕还要挨骂，快找吧。哦。 Thank you.
one. I got it. Come on. I got it.机关往西南逃，一定想逃到广东去。大人，洪熙官的武功厉害，我你能活着回来，就是未曾出力。德大人，让我戴罪立功。遇敌不前，贪生怕死，这就是榜样。站住！有什么事？我要你站住，你就站住。好笑，这条路是你的。哼！少管闲事，我们大人在查从少林寺逃出来的囚犯。花庄，少林第一小英雄，他是谁？不费猜想。站住！喂，叫你站住，你听见了没有？方世玉啊！Thank you.
你们两个是怎么回事？我们两个在这里走路，遇上一个人，他突然出手。你们也够倒霉的了，走着路也会叫人给打断了骨头。我刚才也遇见了两个人，不知道是不是想拦路打劫，给我打倒了。我们遇着的那个人是杀人不眨眼的强盗。难怪出手这么狠。你们能不能走动？要不要我到前面镇上去叫辆车来？不必了。小哥，你高姓大名啊？方世玉。哦，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方小侠，你可得小心，刚才那人凶得像豺狼，奸淫烧杀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快走远点。这种人我绝不放过他，他要是遇上我算他倒霉。你们是宫门里的人？不是，我们是镖师，吃过那个强盗的苦头。那强盗姓洪，方小侠你要小心点啊。他自己才要小心。你们是？我们本来在找那个姓洪的。是的，我们都是在找那姓洪的强盗。方小侠，我们都是镖师，给他劫了镖，我们两个受了伤，想不到几个弟兄也遭了毒手。这个姓洪的心狠手辣，我非找他不可。哎，方小侠，你记住，这个人穿着黑短衫，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身上和腿上都受了伤，走路有点瘸。我知道了。哎，请问你们有没有见到一个穿黑短衫裤、凶神恶煞、身上带伤、走路一瘸一瘸的？不知道啊。哎，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哎，你找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他姓洪。你找这个人干什么？这人出手狠毒，我要教训教训他。哼，好大的口气，你像是练过功夫。嘿嘿。哎呀，哎呦，好干净利落。你的识货。不知高姓大名？方世玉。住手！到遇见了大名鼎鼎的小英雄。少林寺叫满清放火烧了，你这样随便讲自己的姓名，可得小心些。哼，我怕什么？遇上清廷的鹰犬，正好替我拳的煞痒。哈哈，久仰大名，能赏光进去喝一杯。你这人倒爽快。好，去喝一杯。去。行吧行吧，请。
洪师哥，你是？小弟是年瑞卿，你就是年羹尧大将军的儿子，你父亲给鞑子皇帝杀了，投到少林寺来的那个小孩。是。嗯，你倒长大了。那边。我是洪熙官。你是好汉，哎呀，你像你这种鹰犬撞到我手里还想活命，简直做梦！哎呦！还有什么人逃了出来？我逃了十几天，几乎每天都见到清廷的鹰犬，自己人只见到你一个。洪师哥，清廷集中力量要抓你，你还受了伤。这屋子没人住，我在这里住一晚。你连夜赶到仙溪镇去找李世忠，要是见了自己人，也吩咐他们在李家等我。洪师哥，我和你一起走。两个人一起走，更容易给鹰犬发现。别忘了，你还有杀父之仇在身。可是你受伤，我叫你去，难道你不听师兄的吩咐？两个人分开走，不但避开鹰犬的追踪，要有脱险的师兄弟，遇上的机会多些。是。师傅，方世玉也是少林余孽，怎么放了他？我救了你们的命了。你是说咱们三个人也打不过他？雷老虎的功夫多好，也叫他打死了。喝了一夜酒，连人家叫什么名字也没有问。Thank you.
是不愿意多事，你纠缠不清，但我怕你。有你这身好功夫，何必干这种十恶不赦的事？你腿上吃亏，我打赢了也没有味道，等你伤好了再说。行，我打架不要人帮我。哎呀，我姓洪的，你真不是人。我们四个人都会死在他手上。多谢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们会处置他的。那不算什么，不过这人武功很高，也是条汉子，就给他一个痛快吧。我们不会乱杀人的，你放心。啊，忘了问你，你叫什么名？我姓麦，麦心。麦师傅，后会有期。好，请。你这个人，我不喜欢你。走。哎呦！我不想惊动官府，听乡师傅说你很忠心，所以来打扰你。能得将军德大人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将军大人捉到了第一号反贼洪熙官，可是第一大功啊。哼，捉到了一个跳梁小丑，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呢？嗯，是是。反贼洪熙官见到。人呢？在笼子里。将军，犯人太凶恶，我看把他放出来，我看他凶成怎么样。
将军还不下跪请罪，胆敢行凶，快松手！哎呀，别吵！方世玉在哪里？叫他出来见我。功成身退，他还在这里啊！少林寺虽然被剿，广东福建两地还有多少叛逆都全在他身上呢？三姐，好久不见了，怎么还是整天苦着脸不肯笑一笑啊？各位大家看看，这位就是盖世英雄鼎鼎大名的方世玉。怎么了？那人就是方世玉啊。哎，你们全怎么了？是不是李世冲李三爷出了事了？呸。你的脾气还是那么犟，我看总有人能对付你。哼。哎，听到没有，他不但要对付洪熙官，还要对付李三爷呢。照说方世玉不是这种人啊。是啊。哎，这还能假了？那些鹰爪子总不能编点话出来害他吧。对。可以。方世玉也算是少林一派，他居然帮着鹰爪子逮了洪师哥，我得去找五眉大师评评理。我看这事另有曲折，方世玉不是这种人。一听说少林寺被清廷烧了，我就四处派人接应从少林寺逃出来的人。只可惜我手下在遇到洪熙官的时候，洪熙官已经被关在囚笼里。他们偷偷地跟着，一路上还听到洪熙官破口大骂，说方世玉帮了鹰爪子。奇怪的是，各地官府他们不知道洪熙官解到什么地方去了，各处官府似乎没有动静。洪师哥只怕已经遇害了。洪熙官落在鹰爪子手里，吃苦是免不了的，不过不至于死，鹰爪子
会留着他，逼口供。家地牢锁人可不错，有些刁民不锁起他们来，狠狠地打，他们不肯屈服。对，不是吹牛，洪熙官锁在这里，就算他能飞，也走不了。等我慢慢来拷问他，就是把他一块块割碎了，也要逼出口供来。是。听说你们镇上有个叫李世充的，在江湖上很有地位啊，人们都称他李三爷。是。这个李世充专与我作对，他家里常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人物来往，我看很可疑。多派点人小心注意着。是。将军，那方世玉也是少林寺一派的重要人物，一样是叛党，我看也得对付他。方世玉不必我们去对付他，他们自己的人就不会放过他的。方世玉来了。他一个人？一个人，没事人一样。两只要见三爷。这畜生，先沉住气，你去告诉外面弟兄，让他进来。是。平时我来，三爷总是赶着出来见我。今天有什么不对啊？这镇上的人都有毛病。三爷，你架子也太大了些。你来干什么？这倒好。我来干什么？你不欢迎我，我以后不会再来。不过有一句话我非要问明白不可，少林寺叫清廷放火烧了，多少人丧了命，你有什么打算？不错，少林寺叫鹰犬放火烧了，洪熙官带着伤逃出来也叫鹰犬抓了。啊李师兄，这些是什么人？这些都是拼生忘死、誓志反清复明的好汉。原来你已经当了清廷鹰犬，你想抓我，哼，那是做梦。你这个叛贼，还要反咬一口。方世玉，你还要逞凶。
们的样子全像疯子一样。你帮着鹰犬抓了洪七官，还要逞凶，你是吃葱了，乱放屁。我们全知道了，你还想赖？方世玉敢做敢当，从来不赖。好，洪七官带伤从少林寺逃出来，就是你抓了交给鹰犬的。乱说，他姓黄，他就是洪七官。现在你赖不掉。不行，别拉住他，让他打死我，让他打死我，让他打死我。你们还在干什么？让他过来打死我。店里有什么好的，只管捧上来。好。啊，大爷，要不了这么多。要多也有。两位请坐。请坐。两个人走了没有？没有，他们别说了，又是那一套。三姐，这两个人得罪过他，那满洲人是大官，我听姓香的说还有一个更大的官带着不少人，就住在何祖臣家里。好像洪熙官就叫他们关在何家的地牢。你可打听清楚了？没错。我到李三爷家去一趟，走。哎，你们老板娘呢？德大人抬举她，怎么还不出来？啊，真是对不起，我们老板娘自从死了丈夫，一直守寡。怎么能随便陪人喝酒呢？哼，小寡妇还有不风流的，快叫他出来。你不去，我自己去。叫他出来还是叫他走？把这个饭店全拆了。我们见官去。见官去。见什么官？
混蛋，我就是官。大人，杨文英，你不替我把那个女人找回来，我就把你的头皮剪下来。哎呦，大人放手，我一定把她找回来。大人放手，哎，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各处官府都没有消息。三爷，我们快去救人。三爷，我走了。三姐，和香兆辉一起的那个人叫德祥，凶狠无比。我看你这一走，你那家饭店已经完了，你要回去，刚好送进虎口去。那家店子是他临死的时候交给我的，我要回去守着。可是，不怕，只要有人逼我，还有一死。这位是，三姐，你怎么不认识他？他是方世玉啊。三爷，这种人怎么留他在这里？三姐，他上了鹰犬的当。三姐，你带着刀子杀死我吧。世玉，洪熙官有下落了。在哪里？在何祖臣家的地牢里。在哪里？快带我去。世玉，我们慢慢想法子。不关你们的事，是我做错了，我要把他救出来。清廷方面的高手，我不怕死。别用清廷高手来吓我，你白须送死有什么用处？三姐，等一等。三姐，要你帮一个忙。不过不要紧，我的生死太等闲了。车刚的武功极高，要是再有德祥、香兆辉帮着，绝难成事。总得设法将他们三个分开来。三姐，德祥想占你便宜，那就这么办了。三姐呀，哎，这人走路怎么这样？追呀、啊！德大人要那个女人，我要你。是不是在何家的地牢里？哎，是。还有些什么人？你松手啊！还有什么人？车将军、德大人，还有许多人。到地牢去怎么走法？哎，你想干什么？哎呦，在宅子的后院一道矮铁门，你松手啊！好。哎呦，哎，咱、哎，你、哎。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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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我喜欢杀人，你一定难逃公道。现在我只是废了你双手，快滚回老家去，安分守己。再叫我遇上，你就没命。有点事，去去就来。那个女人呢？刚才还在的，她自己说要见你的。可是开饭店的王三姐。是啊，是不是进去了？不，走了，走得很急。饭桶，还不快点追！好。少林寺已经夷为平地，凭你一个人还能有什么作为？你是怎么救补的，想必你是知道的。连方世玉也懂得识时务为俊杰，要是你肯投顺，连以前跟朝廷作对的人都可以不加追究。洪朋友，我知道你是大英雄，可是你一死会连累很多人。叫方世玉出来见我。方世玉，他怎么会出来见你啊？谁说我不来？我来了。你就是什么将军是不是？方世玉。洪大哥，我该死，我上了他们的当，以为你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大盗。睁得开了，你叫我兄弟。你能来得
得住我这一掌，难怪江湖上赤民呢。快把洪大哥放开。王世玉，你跟洪习官一起投顺了吧？庄主，已经受了内伤，敌不过他的。方世玉，洪习官比你见识的高。好，下，开！究竟是方世玉，等我抓他跟你一起死。中了毒，吃了大亏，香师傅的双手就让人废了。将军，替我们做主。将军，我遇上了方世玉。
方世玉怎么样？方世玉是广东第一好汉，我方世玉来过了，叫我打伤了逃了。袭击我们的是李世冲，快派人去抄他的家。算了吧，人家敢做这种事，就准备你去抄家。师哥呢？想不到车刚的武功那么高，我拼命也打不过他，那就该死，是你害了洪师哥。我受了伤，要是在这个时候，我一向敬佩的洪熙官忽然帮着倾听鹰犬把我抓住，我会恨他一辈子。可是洪师哥原谅了我，他叫我兄弟，我不怕死。可是我要留着这条命救洪师哥出来。别怪我，一点也没有方世玉的消息。没有，只要洪熙官在这儿，方世玉就不会远的。你们去明察暗访，小心差事。真奇怪，方世玉来闹了一次事，到现在已经七八天了，怎么连个影都没有了？哼，也许他知道将军的厉害，远远的逃走了。哎，将军，我看要是把洪熙官公开来斩首，也许能把他给我引出来。主意倒是不错，不过这些叛贼什么都没有供出来啊。不但什么都没有供，这几天连腿伤都养好了。我看麦师傅的办法不中用啊，这种人对他怎么好也没用。洪熙官真是条铁汉子，如果他肯投顺于我们，你叫县官贴出告示去，除非他们不想救出洪熙官，不然一定会上钩的。定在明天午时斩洪熙官。我们去接发上。车刚是什么人物？怎么不会防到这一点？那是陷阱，是陷阱，我也得去闯。方世玉的地道挖得怎么样了？哼，我也不知道。我们全说没用，不过方世玉他说，他在地牢里见过洪熙官，老长的铁钉，钉在大石块的缝里，非得弄松石块，洪熙官才能脱身。只有挖地道一个办法。这七八天来他就没有停过手，不像我们虽然挖着可也歇过手。你们就算不认识方世玉，也听过他的行事，什么时候见他做一件事有这样的耐心？就算救不出洪熙官来，对方世玉倒也是大大的磨练。三爷，别说这样的话。
师爷，再这样下去你也完了。你来不及了，告示都出来了，明天午时要斩。你敢说他们要斩洪大哥？不是我敢不敢，是他们要斩洪大哥。我挖到地牢了。听到打墙的声音，洪大哥就在这里，就在这里。世宇还不肯出来，明知道石块撬不开，他还不肯上来。他急得眼睛都红了，地牢的一大幅墙都可以看见了，可是石缝太密，没有法子弄得下来。除非用炸药。哼，一炸起来，洪熙官先死了。我进去看看去。师爷，洪大哥就在墙后边，他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可就是没法子把他救出来。没有用，什么法子都用尽了，全没有用。这是什么？我想起来了，那天我进到地牢里，我看到洪大哥的手脚都用铁圈钉在石缝里。我有办法了。走。那颗一只手已经能活动了，再来那边。快！现在只要脚在地上。
洪习惯，这是你最后一餐了，由我来喂你。嘿嘿，到了望死城里也有个交代了。嗯。吃吧。啰嗦，就不是方世玉了。走。洗个脸吧。哦，我有多少天没洗脸了？真可惜，你没见过那位将军带着那么多的人在法场附近听到了报告之后那种难看的神情啊。没有人能有这样的气力挣脱这几个铁环。有人挖地道挖通了这里，多派点人撬开这石头，看看是从哪挖来的。把他们早走了，洪习官逃出去，他们未必肯走。刚会带人来吗？一定会，他会发现有人挖了地道，会发现地道的出口，会发现我们的留字。但是以车刚的为人，他来的时候一定有一番的准备。
你们倒是言而有信，果然都在这儿呢。车刚，我今天要同你生死一决。不错，正要一分高下。本将军今天来，不但是要捉拿你们这群叛逆，也要好好领教一下中原武学。这些都是我当年在西藏天龙寺同门学艺的四位师弟，人称红衣四姐，他们也想会会少林高手啊。我们也久闻车将军是喇嘛派高手，名震关外，看来贵派今天是倾巢而出了。动手吧，还多说什么呢？比武要紧，叛逆可也不能不拿呀。你们可以出来了。Ah!
那边去。好。
三户可以王启，一旅可以中兴，只要满鲁一天占据中原，我们绝不罢手。少林同门兄弟散在四方，今天杀了车刚，满鲁一定追捕更紧，得先找一处地方栖身。肇庆是我故乡，那里我最熟，不如我们都去肇庆，先找好藏身的地方，逐渐召集同门兄弟，再想法举事。好。